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出了一个新角色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叫做我们的扫把头柳泽光成。那么强不强？我实在也不晓得哦。简单来看一下他的技能，防御型的。好，看不懂，看不懂就是很重要。对攻击最高添加一层，看破，看破什么？对攻击最高目标增加一层，看破，看破什么？看破红尘是吧？变身目标 is day。敌方全体攻击力下降 7.81%， 哎呦，好像还可以耶。好，不管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开抽啦。来，给我一张扫把头阿雷固啊。好，没有，不紧张，我们再来，扫地的扫，扫地的地，扫地，头上的头，给我一张扫把头啦。好的，我们再来，有了，观众，直接一发入魂啦。现在角色是不是好比较好抽一点哦？柳泽光成，赖以圣灵，复制者啊！那个眼睛怎么看起来那么拽啊？才四十抽哎！我们继续。那我们要抽到几抽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先抽。我说。抽到几绝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先抽个200抽，再来看看哦。没问题，顺便还可以抽那个 Doctor， 哦，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？没问题，最近每一次我都会看那个叔叔啊，我真的是笑死我了。All right， 抽到正了。爱像一阵风，吹完他就走。我们再来，好，各位观众，又一张扫把头，没问题。我记得在电影里面他演的是张学友吧？他是什么流的？扫把头是什么流的？怎么没有血啊？啊！这个扫把头什么流的？我的天哪！没问题。奇怪，他到底什么流的？聚集吗？哎，它是通用的，它是通用的，是不是要抽啊？好，不管，我们再抽。理论上哦，通用的角色都不太烂啊。我怎么觉得这只角色可以抽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这一只扫把头强不强啊？好，我们再来。没问题。我们已经几抽了？才两，已经两张嘞。才几抽，已经两张嘞！
150抽已经两张了，不会用一张了吧？好，抽到 Doctor 了，抽到 Doctor 了，我们继续。通用流的角色一般都不难用哎，像那个少女幻海也不错啊。当初没有抽到五绝，实在是有点后悔哦。我们再来，再给我一张啦，扫把头啊！好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是 Doctor， 已经210抽了，活动，招募奖励，我领，我再领。我领你领，我领不完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好过瘾啊！好，50个碎片，来云森林，300抽还有大个头哦，还有问题。同时对。就在扫把头浑然不觉之时，他的台词好短啊，靠腰，怎么可能不见啊？同时对变身目标发动洞悉弱点哦，好要给他三绝了。那是 B 释放这个的人说，好冷，全身疼痛，没问题。啊，我的 Doctor 嘞，差50张，好，没问题，差50张，我们再来，这一张到底要不要抽到五星啊？这个扫把头啊，好来，扫把头，又是 Doctor， 满满的 Doctor。满满的 Doctor 啊！我们继续。我觉得这个扫把头看起来可以放在第四队哦，或第五队哦。第一队应该是不期待啦，应该不太可能放在第一队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再来。这样莫名其妙，我的医生也五绝啦。哦，天哪，怎么是你啊？一逼呀呀，我不要，好，一次两张，医生，我的天老爷啊，一次两张医生哎，好，再来，再给我一张，再给我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有没有？给我扫把头了！天哪，又是医生！这样我医生可以解决了。咒术流，目标。每层晕眩一秒，好，没问题。轻轻松松，还要不要再抽啊？讨厌啊！好，各位观众，这个角色老爹先去研究一下强不强哦。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把它抽到五绝哦。那么这个 Doctor 也已经五绝了，应该还不错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
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等一下，我决定拼最后一张哦，我决定再拼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啦，还不给我哎！最后一张，听不懂中文是吧？好，来呀，给我一张扫把头啊！天哪，这今天这么一片，加上对，我们下部一片见，大家。拜拜。